嗨哎呀，是嘿呀，大家好，我是纳米超。那我们接下来玩这款叫做《For the King》，那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就走吧。冒险，然后独自冒险。学徒是什么？为了清楚新玩家设计。好，那我们就先来这一个好了，学徒 ，Let's go。然后，哦，这是什么？队伍选择。这个是猎人，猎别信息是什么？猎人快速、精准和极警惕。这个是好，然后这个的话呢，尽管啊在回应女方的招呼时缺乏作为勇士的经验，但铁匠很了解副甲哦，了解副甲。那这个呢，当期待英雄健身后维护武器时，这位学者埋头苦读，不断的学习，使他的头脑。好，所以还可以再选哦，还有草药医生，这是什么？但是还是锁着的哎，锁着那我们就先不要理他好了。这是咏唱歌手，咏唱歌手大概知道就是唱歌，然后会让人家那个加 buff 嘛，对不对？我们来试看猎人好了。所以他这个是有分几种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这边可以选几种，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就选一下咏唱歌手好了，主要色调啊随便拿都可以嘛，对不对？我们就随便吧。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这一个就放铁匠好了。好，大概这样子。随机排列是什么啊？哦，随机排列是这样子随机的。哦，了解了解。那我们这个换过去应该就可以了。猎人好。大概样子吧，那我们就走吧 ，Let's go。什么混沌边缘？伟大的什么国王被杀害了？曾经和平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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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好，这什么？你是新手入者吗？对治理法律的不熟悉，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走吧。先是南屋狂怒者消失了，随后我的丈夫也暂时在他的宫殿里。也许是法怒最后希望了，所以呢，这是什么？在木材烟雾中找出希尔德布兰特，会有人告诉你如何做才能最好的帮助我们。你的任务已经开始，为避免我们的王国被混沌吞烟，与他战斗吧。所以我们要过去那边吗？但是怎样？千万守护灵的将前往。哦，多好的东西哦！什么移动点决定了你的移动距离，并能通过测试你的敏捷度属性获得测试的招位，根据地形、天气与增益魔法而定。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走这样子吗？走这样子吧，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就到这一位。那我们可以走四次，是不是？好，我看一下，这样 ，OK。然后我们再来一位，只能走三次，真假？那我们就走这里，这样子走过去应该不遇到危险吧？好，能量提升加一移动速度，所以我们可以再走多一次哦。OK。然后到你，只能走四次，那我们就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好，每次看见有新面孔参与任务就很开心。我是特希尔特布朗特，是女王在守护森林里负责监视的特工。这里情况很糟，真的很糟糕。然后呢，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有些邪恶的家伙正在暗地里策划着阴谋。这个区域里最深的洞穴要通过闪闪发光的矿山进入，但他们最近被黑暗魔法封印了。然后呢，我能曾在守护森林里发现一个奇怪的装置，去调查一下它。我认为那是我们最好的线索。所以我们来到这边了，真的假的？好麻烦哦！哦，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有服务，这边会有旅馆、哦，我觉得我们都还蛮满的，应该没问题。联想，然后这边可以治疗，然后还可以祝福哦。但需要狗狗，这边还是市场哎，
市场的话可以买一些草药这样子。了解，我觉得应该不需要买吧，目前。还有任务板耶，哦，还有任务板哦，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边拿到一些赏金，是不是？大灰狼，我们可以先杀掉大灰狼，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哦，在那一边哦，好。好，那我们走吧。OK， 好，换另外一位吧。只能守三次，算了，都一样。可以打死吗？高亮显示的六个上的好友与敌人都会参与战斗，埋伏敌人而在战斗中独立，让他们获得主动权或潜行穿过他们，避免战斗。为什么这样多啊？等一下，我觉得这可以埋伏吧。成功失败，失败率好高哦！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失败，真的假的？要四个才成功。但是还能参加哎，真假的？你躲开，追到我们了吗？这是什么？逃跑射击，巫师护甲，可以试试看。有中了。凯君这个红好酷哦。都中啦，等一下。这个的话有什么完美？这个是晕。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太完美了，真假的。OK， 我们杀死一只了，是不是？然后这一个的话，粉碎。五次杀和伤害，吸引注意力。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子。OK， 好。到你啦，打啦！哦，好痛哦。没事没事，然后我们再射。哦，完美！叮叮。哦，不要再打他哦。你们这群混账！我觉得我们可以晕他先。有吗？没晕到，真假的？那再粉碎吧。啊！躲开，真假的？来。好，哦，他终于打别人了，终于。然后我们再中音吧，太完美了。好，打赢了。OK， 我们拿到了这一个，装备吗？我看一下，神六刀的话给他会比较好吧？是这样吗？给你吧。然后这个的话，提高移动速度，那就给你吧。专注的话，我觉得专注是哪一条啊？是这一条吗？这条是经验值，那专注呢？生命值。对呀呀，所以专注是在哪里啊？护甲、抵抗、躲避。呀，我要去找不到。专注在这里哦。那你可以使用一下吧，好的。OK， 好，完成。那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应该就 OK 的吧。OK， 然后接下来到你啦。我觉得你可以吃药吗？你需要吃点东西呀、填满一些生命。好，可以了，走吧。那我们就往下走。其实来这边我看一下，这边有任务哎，赏金、黄金、经验值。取回蜂蜜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因为我们一个人在那一边，然后等一下再请他回来应该就可以了。我们试试看吧，我不知道另外一位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位来做，可以的话就比较方便，不能的话我们就爆了，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继续走下去。走这里。OK， 好，移动速度加二，真假的？OK， 我们差不多到了。到下一位，你的话，喂，好哦，好哦，那你先帮我上来这边拿一封信。OK， 然后这边任务应该不用做吧？那我们就直接走了，离开。然后我们先过去这里，这样吗？
吸引眼球，一些有价值获得，或者是跳过一回合，我们试试看吧。哦，拿到东西嘞！哎呦哎呦，拿到一个好像很不错一个，但是意识减二，他会需要用意识吗？还没有写，那我们先装备好了，没关系。那我们来这里，好，收集。然后这个是可以蹦线，好啊。哦，好，那我们在这一边等一等吧。好，下一位，啪嚓啪嚓啪嚓。那我们先过来这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任务。目前没有任务的，那就算了吧，离开。我们再往下走，好，然后接下来到你啦，五回合 ，nice， 呜呜呜呜，碰到了漆黑的山洞，这可以来干嘛？只要注意，只要在完成整个地牢后逃了地牢下去之前，请在镇子里储存一些补给装备，要进去了吗？我们进去试试看好了，走吧。哦，好酷哦，天啊！这是什么？完全治疗？你饮用试试看好了。增加10生命值 ，OK OK， 可以。准备好工作，可以的啦，走吧。史莱姆吗？那一只？果冻哎，来。哎呀哎呀，你帮我晕住这一只先吧。有晕到吗？不知道哎，希望是有晕到。哦，前四是还好，前四是还好。哎呦 ，OK， 闪开闪开闪开。你的话，这什么？解除武装，72%。我觉得这个一个吧。来斯。然后这一个太完美了，但好少哦，可以晕到好吗？晕他好不好？有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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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免疫耶，等一下他免疫哦，我才发现到，菌病增加魔法，简易魔法会进行我们修仙哦，这一个吗？了解，理解理解，是有人中毒了，啊，好痛！我可以跟他一起尖叫吗？先帮忙打掉他吧。OK， 好。然后你这个中毒，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解毒这种东西，好像没有哎。那就先帮我打掉他先吧。没办法，减六。他这个为什么开晕不到啊？感觉十分难过。那就这个吧，中音。好，然后再射击吧。差十，交给你了，兄弟。Nice。但这个中毒需不需要就是想办法？我们拿到隐藏号子，你装备好了。这一个的话，我觉得我给你好了。这一个的话，长包的话，我觉得我给你好了。OK， 好。继续请准备工作。我看一下，我们有办法休息吗？好像没办法。如果可以的话，我好想按下去哦。你刺这一个，你刺这一个，好，走吧。应该没问题，他应该可以撑到就是打完为止，希望吧。啊！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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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痛，那个好痛。我看一下哦，15。你先帮我打掉哦，我看一下这个。天哪，他对好多东西免疫哦，那你先打他好了。OK， 好。然后你的话帮我晕着他。OK， 好，谢谢。然后到你了，打吧。哎呀，躲开，躲开，你没躲开。你的话帮我打死他好了。Nice。然后接下来到你继续射他吧。OK， 然后你的话先帮我打掉他。
Nice， 接下来你就帮我砍掉它吧。耶、yeah, ，有，好，完成了。天啊，这个游戏好好玩哦，我蛮喜欢这种的。我们应该没有东西可以吃吧？回复一些专注，回复一些生命。你回复一些生命好了，走吧。宝箱，你来打开。我们拿到了书，那你先拿着。长袍的话，你先收集着吧。护甲的话，你来装备。OK， 给了。好。时间上显示了当前的回合上升的混沌特殊机件和从白天到晚上的空道。了解。所以我们这边完成了，是不是？好，接下来到第三个，你先过来，再过来。这什么啊？降武伤害。尝试吧，成功哎！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拿加一命哦，可以了。做不出他们之后，想要到我身影乱丢垃圾，可要三思了。看起来穿紫色的青蛙，他们并不喜欢我们破坏他们大玩具。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去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做好准备。好哦，好哦，所以我们要过去那边杀掉他，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走回去了。好，我、哦、美好一店加二哎，好，走过去吧。接下来我们要带，我们要想办法带我们这一位同学回去就对了。五回合 ，nice， 耐心。哦，这什么？尝试吧。真假的啊！讨厌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到家，我们到家。服务，我们需要。回复所有专注，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任务，没任务，那我们买点东西好了。我看一下哦，我们需要什么？回复一些生命，我觉得我们这个需要。为什么是 bug 啊？专注我们应该先不用买，减少毒药影响，那个谁要买吧？其他东西应该目前我们是不需要的，可以先放着。好，结束这回合，你就先待在那一边。好，中毒的同学，你该回家啦。可以过去吗？哦，可以直接这样按哦。哎，差一点点就到家，你敢信？好，四回合，那你先过来先吧。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治疗师，对不对？不用不用，我们直接这样子好了，睡觉一下。好。然后到你五回合，那我们就直接过来，过来这里吧，可以吗？哦，不行耶，会遇到这一个战斗潜行，我觉得我们可以潜行试试看，可以耶，接下来潜行成功哎，好，你先在那一边，然后你的话啊啊啊，先回来这里。我看一下服务，解除诅咒应该是这一个吧，对不对？但是是酒哎、欸，好贵哦。那我不如直接买一个人参来好了，试试看，这样吗？哦，可以了哎、欸，可以了，可以了。他没事，他没事。那我们再买一个这一个，好，走吧，这样应该就 OK 了。零，这里 ，OK。然后接下来就到哪一位同学？一切看来正常，但是锦旗会在急转直下，指导你的任务可能一切顺利。混沌增加混沌将会带来新的挑战，完成主任务对象会完成整个，会完全重置混沌，真假的？所以我们要过去那边，怎样都要过去那边就对了，是不是？是这样意思吗？我看一下，我们走这里好了。但走过去没那么简单哎，天啊，这个有点难哎。46%，我觉得算了吧，太难了，太难了，继续走，继续走。OK， 好，接下来到你，三回合，
我们可以先过来这边把那个给拉掉吧。哦，潜行吗？潜行不太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失败，差一点点。哎，你觉得你们两个打针没问题吗？啊，到，哦，还是被打哎，好可怜哦。OK，好，我看一下。每个动作都会测试你的七个主要设置，一个你的主星越高，成功几率越高。了解。OK，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打掉这一个，去吧。Nice。接下来你就帮我杀掉那一个。Nice。但还是到花仙啊，可恶！啊，不要哦。OK，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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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吧，中音。四，我发现还没有满的话就爆了。好，完成。你有发现东西，真假的，好讨厌。自己过不来哎，那我们只要讲过去啊。哎，等一下要讲过去，走到一边吗？哦，好像是走这一边哎，参与战斗，我看到你了。那你先走过来。好。然后你就四个，先走过来吧，走过来这里，一二三四，要打这一个吗？我们打掉它好了，还是说试试看潜行？可以吗？可以，我每天都在潜行耶，要打这一个吗？我觉得可以结束，可以结束这一回合吗？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我们就换这一位，好，先过来吧。我们试试看，天啊，太难了吧，这一个，试试看吧。啊，失败了，一定失败，这个一定失败。看前面一个打他就失败了，好不好？20哎，不要！哦，中毒了，中毒了，完蛋了，完蛋了，没关系，OK 的。使用专注力，结果是生死之差。大部分果冻可以让专注力保持成功，应该不需要吧？目前，我们先打掉。我想想，我们先打掉这一只。好，然后你的话，还有免疫吗？还没免疫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呀呀呀，我们这一下好了。啊，没中到，真假的？哦，一而已哦，真假的，一而已就还好，那你就来吧，17，啊，差一，真假的，打掉好吧，，OK，nice，哦，减轻毒的话你收集，哎，早上就给他使用了，抗的话你使用吧，好。那你再走过来这里，我们可以结束这一回合吗？我找一下，好像没办法呢。他一个人打的话，没问题吗？按 Shift 可以这样吗？你就可以，那看起来就是很多人在那一边呢。你先过来这里看一下好了。查看货物，看起来就是没用到了，结束这一回合吧。好，你先过来。天哪，这样子打吗？真的没问题吗？这样会变成一个人在打吧？天哪，往回删一个吧。等下，等下再打吧。为什么会有一个洞穴在这里呀、啊？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专注尝试。好，有这一个，你收集就好，你不要乱来。OK，啊，为什么？哦，对对对，他中毒了，忘记了。
好，他突然间一个大叫，吓死我了。你过来吧，我们开始打吧，应该没问题。有，终于成功一次啊！好，提拉，但是我们好像少了一个人。哎，没有没有没有，都有在。我想想哦，打他吧，减一，真假的？哦，哦，减一是还好，减一是还好。哦，这个很痛，这个很痛，这个很痛，燃烧哎、欸！等一下，有点不太妙啊。嗯，用专注吧，帮我运作它。已封锁，真的假的？啊，情况有点不太妙，各位观众。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杀掉那一只魂杖先。其实。92%，我不可能会那么衰吧？有，好，你不要饿啦，我先，我觉得啊，我真假的，我没那个，那算了，你把我带掉好吧？好，哦好哦哦，闪开闪开，火焰啊！哦，闪开，哎、欸，你燃烧，真假的？你的话，你先帮我打掉这，放置这一个吧。OK， 好。哦，你先打掉这一只吧。啊，水翼真假的，射掉这一只先。好，吓你啦，混账！哦哦哦哦。不好玩，不好玩，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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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死掉哦。OK， 可以了。拿到了钥匙，你收集。这一个的话，领土的秘密，你收集先这吧。气手，气手要给谁啊？嗯，你收集这些吧。草帽的话，草帽要给公主装备会比较好，对不对 ？OK， 好了。的好样的，你已经解锁了沙发矿跟矿山，看你要看不可以看到什么。好哦，那我这位同学要死啦！小心点，已经受伤了。如果你归零，你再失去了行动力，再旅馆，好好休息并恢复你的生命值。我觉得你需要休息啦，兄弟。好，冥想是什么？冥想是增加专注力吧？你需要休息，兄弟。好，然后接下来到你。好，过来吧。OK， 兄弟。好，到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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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个都没关系，你只要给我过来休息就好了。哦、oh, ，OK OK， 但是他解毒，他还是没有解毒哎、欸，他毒还是还在哎、欸，这样有点不太妙啊，兄弟，你先过来吧。好，美好的一天又加二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村庄一趟。OK。天啊，越来越多怪物出现哎！你的话就先过来，好，美好一天再过来。OK， 这位兄弟，你不要跟我说你又中毒了，不太好玩哦，过来吧，再过来。OK， 好，还是中啊。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就先到此了，没有错。然后如果喜欢影片，看个赞，然后去锁着我的更新影片。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款游戏蛮不错，我挺喜欢的，认真。然后就是怎么说，就是那个这种 RPG 游戏，其实我蛮喜欢的啦，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到此了，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然后我们就下一节继续我们的 Food King 吧，谢谢。这样，不要理我。好了，今天到此，谢谢大家收看，所以就，拜拜。